MVP 讲座给我们的艾迪的，好了，后面的先出来吧，听不懂中文，他中文没那么好，后面的不要再躲了 ，OK。给我们艾迪顿这个稍微凉快一下，哇、wow ！好的，当然今天来艾迪顿来这边，首先要先恭喜艾迪顿完成了这个弯打完成完工，中华职棒例行赛的第七位，掌声鼓励！是他完成这个记录，我想艾迪顿对于今天的表现有什么话跟我们现场球迷朋友说？First of all, me, Sean Lee fans, 推板 BYD 推板 OK 好，对，那再来第一个问题，其实想要问一下艾迪顿哦，艾迪顿今年球季今天是个人拿下第四胜，但是啊，我发现他三场比赛都是对在统一师，对，那这边呢，哦，局数越投越长，今天甚至九局哦完投完攻的比赛，完打。这边是不是谈一下？那对战像统一师这样子的一个强大部队，自己今天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The Lions have a great team and they put up a great fight tonight as they always do. You know this league, we always face the same teams over and over. And last time they had my number, but tonight, you know, it was a great win. OK， 那首先还是统一师，他们还是有非常强悍的打线，那加上他们一直都是一支很有斗志的球队。那其实这个联盟只有40支球队，那每一次的对战组合、对战频率都蛮高的。那虽然上一场投得不尽理想，但是很高兴这场可以把赢下来，谢谢大家。都会学一句中文，他非常认真，每天学一句中文。那我想艾迪顿这边中文其实越讲越好了，有没有什么话我们再用中文比较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一下？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my teammates. The defense was amazing tonight. My catcher and me were in sync all night.